来一首吧。我们这次又出现了在逆着寒的现场，对，我爱的地方，你爱的地方，来了几次了？三次，是吧？这是我们 MV 来的三次。哦 ，MV 三次。嗯嗯。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好好吃饭。嗯。你都是什么口味的？鸡排，我爱吃鸡排。昨天你吃的是鸡排吗？怎么走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最近那个什么，你提到棉花，我还是处在这个。来一个，这个是，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？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对，你这个调不对。哈哈哈，棉花，知道我，你算是踢到棉花啦。好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啊对。听到我，你真是听到了，老师，老师您真好，你在这现场授课呢，马上现场教学，好吃，嗯，哈哈哈。今天是第一次穿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之前中秋那次其实也算，你记得不？浙江的那个中秋晚会，紫色的那套，他已经失忆了。哦、就那个也是，那个、算吧，稍微有一丢，但这个就很正宗的旗袍，这次，嗯，好看。刷一下就把衣服给穿起来了。你这个呆样子太呆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
味道。下雪了，头发会白。哇，好好看呀！哇，2024年的第一场雪，快救救他！好看，好好看。拍张照，好看吗？对。在我的脸上拍大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太大了，直线下降，太大了，这个太大了，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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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林老师又再次遭遇了，遭遇了，后面那一排再往右边移动一点，有两排，鼻尖上面有一个。